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泡面、土豆，老婆煎了一个蛋，还有一杯咖啡，中西结合啊。条件虽苦，但是很幸福。这个就是女儿国。前两天取不到钱，现在来给牛钱。他们在这里吃竹笋，然后喝啤酒，还把老婆买一件啤酒给他们喝。笋呢？那你去，你买一件这个啤酒在这里给他们喝。喝呢？哦，你在这里争取一点名望，知道吗？啊？然后去买一件这个水，来，这个水。买这个水可以来。买呢又花不了多少钱，来，妈妈又不在这里，你怕怕人呢？买一件这个水，买点零食放在这里，有小孩要来吃的。笋，小孩是吃这个不？哪个可以？我看你不高兴那种。你看你去中国，我们乡下人对你多热情啊！你回来你要对你们乡下人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拿去给他们，要再买一件啤酒，给他们在这里喝。妈们俩就喝嘞，我不来，人没了。你拿过去给他们呢，你说我老公请你们喝了呢，不喝啊？啊？拿十个。谢。二四六八，还差两个。安妮呢？安妮在，这个拿过去。拿完了冰箱里的啤酒了，刚好十支，冻的。是的，是十个吧，说。十个。来，给你。你上哈啊？可以的。安妮，说你叫他分这个给这个小孩吃，知道吗？啊？啊？告诉他分给小孩吃。进来呢。快跟不得比啊！我喝不了啤酒，刚才谢谢了。我刚来这里，他们喊我请我喝啤酒，然后我喝不了啤酒，我请他们喝。大家好，我是禾草大叔。看一下我们的小家伙，穿一个大拖鞋在这里玩的多开心啊！老是没有让他上镜。艾米，你去抓鹅了，然后现在也是应网友的要求。说我来娘家这么久了，没有跟娘家人好好互动过，现在把娘家人纠结在一起了。二妹的老公学校放假了，然后他回家了，二妹不肯跟他回去，因为他那个家婆，我们家二妹这么勤快都被他那个家婆骂，说他太懒，还有就是他老公每个月给他20万老币，也就是80块钱的生活费，他那个家婆还骂给太多了，所以现在二妹都不想回家，留在丈母娘家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问一下我们娘家人，都有啥愿望？一位网友说我过来这么久都没有找他们好好沟通，然后叫我老婆翻译一下。我们先问老婆吧，老婆你有什么愿望？哟，请爸爸妈妈身体好，带咪好好，在我那里好，家那里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想爸爸妈妈身体健健康康。嗯。然后艾米呢？给米啊，看艾米好长，艾米大。看艾米好好长大是吧？嗯，好长大。那我们两个呢？有没有愿望呢？有你不睡找美女可以了。我不去找美女可以了。我爱你可以。你爱我可以了。你爱我。不是你爱我吗？
你爱不？你是不是叫美女了？好了，你别撒狗粮了。我们问一下爸爸呢。我问一下爸爸，先问爸爸，然后有什么愿望吗？你看，老丈人刚去田里面。我老丈人有点害羞啊，刚到田里面去回来，你看一下，被我拉过来了。爸爸说他没有什么愿望，停在家那里想看牛。不想去哪里了是吧？老他不停去哪里。现在不是已经买这么多牛给他了，没有别的了，没有什么愿望，没有想弟弟啊么样。想弟弟找一个老婆呢，弟弟现在他说还没找。想要弟弟找一个老婆，然后他可以。找一个老婆好。我本来是已经把一整段的跟家人的交流视频给录制完出来的了，然后也是问了丈母娘的愿望，然后二妹的愿望，还有小姨子的愿望，还有弟弟的愿望，一家人的愿望都问了一遍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因为我录视频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这个声音就开始一直没有录上来了。当我到晚上剪接视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声音都没有录上来，所以现在我的这一段都是靠自己回忆然后录上来的。然后丈母娘说她的愿望是也没啥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们好好的，还有希望二妹啊小姨子他们好好的。丈母娘特别说是不希望小姨子三妹留在华潘吧，也就是这一个意思了。然后是二妹说这辈子都没有去过省城，也没有出去旅游过，然后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一家人可以出去旅游，二妹是这样的一个愿望。然后是小姨子的愿望是想找到一个好老公，也是说不想留在华潘。小姨子三妹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嫁到万象去吧，或者嫁到中国去，说想找一个像他姐夫我一样的男人，顾家又疼姐姐的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，我没有夸大。然后也是问了小舅子的愿望，小舅子说他没什么愿望，就是想买一台手机。然后我回答他，我说明天帮他安排了，这个也不叫啥愿望，想喊他找老婆，他说他还不着急。小舅子也就是买手机这一个愿望，然后我们一家人的聊天就是这样子了。录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没有录上啊，本来是一个很精彩的片段了，都没有录上来啊。到我晚上我剪接视频的时候才发现，所以现在这一段录音是我后期录制上来的。这一轮跟娘家人的沟通大概也是就这样吧，一家人的愿望也是简简单单很切实际的一些愿望。看看我这次娘家行能不能为他们解决一些愿望吧，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。然后这集的视频也是录制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老乡朋友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也是祝大家幸福快乐。一呀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空。一呀
登河口